大家好，我是小花，今天要拍的是这个，这是收获，没有错，这是我去金星发买的。首先第一个是大家各位都很喜欢的这个，那我原本要买热狗的，但是看到一个小妹妹直接这样子凹，所以我就想说让她这样凹下去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买好。而且那个热狗没有包装，然后这个是特价的，然后它是一个热狗，那我是选这个，另外一个有包装是有点硬，但是扎实那一台，然后另外一个没包装的就是比较软一点，所以我还是选这个中等的。对，再来是这个，胶水，因为最近很久很久没有做实木了，很想做实木，所以就买了一罐很大罐的胶水。萱萱推荐我买这个，因为这种比较便宜，比较大。然后这个是另外的，这是我去抽百元贩卖机抽到的，对，我去抽贺百货，对。再来是这个，它是一个兔子的包装袋，可以交叉那种，一整个超美。它还有蓝色的，它有更大，还有更小。再来最后一个是这个，这个因为看到很多人放在纪念袋里面就觉得很美，所以就想说来买一个看看，然后它是有100张，我是买这种。对，那今天的收获就是这样啦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赞或订阅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